广参选人王金平。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抢第一，到大甲镇蓝宫参拜，与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行程硬是相差2小时。吴王会宣告破局后，连大甲妈参拜行程也要错开。旗下浓浓政治味，蓝绿白太阳接连登场，有意角逐总统大位的通通现身。11点王金平，下午1点吴敦义，相隔1个小时，卢秀燕、韩国瑜也要来到镇蓝宫还愿。下午3点总统蔡英文参加上轿典礼。4点前新北市长朱立伦，接下来还有赖清德、柯文哲，同时5点抵达，仿佛是总统大选前哨战，提前登场。对，他们都在5点啊，这。我就不知道，应该也是会错开吧。什么内定哪有没有啦？看谁来，大家一起呼叫没关系啊。柯文哲一到底，元宵节之前他就来了，他说他要来参加马祖绕境啊。他主动跟你讲。有啊。妙方说，对政治人物一视同仁，广发邀请函，但时间全由对方自行选择，没有过多干涉。但时间安排上实在巧妙，吴、王、韩、朱不碰头，蔡英文与赖清德也不同台，王不见王。这钱差提啦，可以会啦。政治人物庙里火热脚力，小老百姓庙外准备清草茶消消暑气，信徒备妥炸豆干、草花桂热情迎宾，稍稍缓冲大甲妈政治学的紧张氛围。解中部综合报道。